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再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民 PK 赛十六进八啊的一场比赛，因为十六进八的比赛就是决定谁去回家啊，谁去广州线下参加一个最终的比赛啊，因为最终是专业组总共要留下八个团队啊，现在剩下十六个了啊，打完这场比赛啊，这一轮的比赛也就剩下八个了，谁输谁回家啊。那观战方这边大家也都看到上的是一个女儿武装啊，然后三扫大唐加女麻木开了一把阴阵，那对面就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凌波城嘛，最近我做的也比较多啊，所以这场比赛不给大家做完整的了啊，只是给大家看看后期这个比较离谱的一个事情啊。对面上的也是女儿武装，但是他带的是凌波加女麻，一个三扫一个凌波啊，阴阵有一把大克。本是昨天我直播的时候啊，我因为这个比赛我是全程直播了的，直播了的时候我就说啊，就这大唐旁边吧啊，他不带一个啥啊，不带一个地府他清不了场啊，这三扫大唐也是一样，他清不了场的，因为你扫完了你还得休息一个回合啊，对面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个恢复啊，再加上女麻木这些幻魔呀小怨灵之类的也可以分担出一部分三扫大唐的一个建设伤害啊。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大唐旁边一定得带地府啊，你不带地府你威力就不够啊，或者是你大唐最起码有一半的作用发挥不出来，因为大唐你始终是一个走点杀的门派啊，就单点的门派，哪怕是你有了十一层剑意啊，有了一定的面伤，那也是以点带面啊，你先是扫的带动面伤，而且是一个节奏性的面伤，因为你扫完了以后还得休息一个回合啊，是一个节奏性的面伤啊，所以你打出效果必须得配地啊。其实也如我所说啊，主流的三扫大唐旁边也都配地啊，昨天我直播就这么说了啊，就没地府啥也不是啊，你三扫大唐清不了场，对面的药品打到五十回合啊，现在五十回合嘛，对面手里的药品啊还很多啊，足以撑到六十五回合啊，因为这个比赛它最终打的是一个半小时或者是六十五回合啊，以对战方这个药品量还有一半多的药呢啊，一半多的药撑个啊十来个回合那还不绰绰有余啊啊，再加上女麻木的一个牵制作用啊，还有个女麻木在旁边骚扰你啊，怎么着也撑个十来回合没问题啊，六千二一刀再建设。哎，开始了，出了一把连破，那只砍了一刀，但出连破他就不亏啊，不亏，因为下回合可以有一个持续性的输出嘛。宝宝还神佑了，啊，距离六十五回合也就剩下十三个回合，现在五十二了，再来一把效力。水清对面保的是武装，武装来套谁，观战方笑了一下武装，哎，武装金青了啊，但被观战方笑了，那一把横扫再压女麻木，女麻木这是点了防御了啊，点了防御但还是被空切掉了，还是被空切了，现在对面女拔木手里还有三个宝宝，但她场上出的是个孩子，哎，这就挺难受的呀。啊，女木场上她是那个小神灵啊，那个是女拔木的宝宝啊，龙三位站的是四号位宝宝。再来一把笑里。观战方大唐这边是已经有了二十二层的一个剑意，八层的诸天看护啊，满层的诸天看护加二十二层的一个剑意，再加上阴阵的一把大克啊，就观战方三扫大唐伤害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差的就是一个节奏。天神怒斩，起个纸人，那对面的女麻木得把这个孩子换掉呀，那不然你招不出蛇来啊，现在都到了尾声了，你留着那些蛇干啥呀？因为蛇的 CD 它是有六个回合的，现在满打满算你也招不完这
三条蛇了啊，对面手里还是三个毛，满打满算你也招不出这三条蛇了。因为比赛就剩下十一个回合，你要招三条蛇，这 CD 都不够啊。化身色再来一把凌渊推，小色海也比较缺了，魔镜加上开始扫，一把又是一把连破啊！刚才出了一把连破啊，这又是一把连破。女阿木伤害也比较的爆炸，对面整体压力太大，一把逆境把所有的封印解除。小怨灵招出来啊！就咱们说的这个凌波城啊，人家最后也是走到了16-8的一个淘汰赛了，所以这个凌波最起码在全民 PK 赛里边效果还是蛮不错的。从几百个团队里脱颖而出，走到16-8的这个最终的一个交叉淘汰赛，啊，走到最终的一个交叉淘汰赛，这个就厉害了。继续扫对面，再点防御就硬扛啊！对面的目标就一个，就耗到65个回合。但大方又出连破，啊，总共咱们才看了5分钟。关良魂已经出了三把连破了，而对战方也吃不消了。随着女拔木的一个高伤害啊，再加上大唐他不休息啊，啊，这玩意儿不休息，这吓人啊！这三扫大唐，有大个的三扫，满城的诸天看护的三扫大唐，加过这样令旗，加过魔镜的，啊，加过亡两追魂的，状态还相当的不错的，继续控。鹈鹕再保三扫大唐一个出手，大牛锤死，再扫372开刀，163，再女儿再倒地再扫，然后又出连破，第四次了，咱们切进来现在7分钟吧，四次连破。扫了5次，4次出连破。对面就剩下宝宝了啊，人都没了，赶紧找个天魔觉醒，有谁能给大唐打个鬼眼的？苍灵血雨，这回大唐又巨剑了，7.0元的巨剑，16000，神佑孩子也神佑，再换一身。谁帮忙出个地府的孩子？哎，啊，出来，武装冠自己出了一个地府的孩子啊，得打鬼眼啊！对面一波隐身宝宝还要等，因为这比赛也就剩下最后7个回合了。再扫，建设，再扫，建设，扫掉，然后他又出连破。其实这玩意儿是个滚雪球的问题，又扫，这雪球越滚越大，对面越来越被动，宝宝也站不住。这回没出连破，但是比赛结束了，连破是没出，比赛结束了，剩下最后一个隐身宝宝，对面也点了淘宝，拜拜。